跟住嚟第一個節目咧，第一個節目就係咩咧？唔好千萬不要先上來，不要上來。第一個節目就係換肩，因為跳舞咧地下濕就好危險。我哋大會安排妥善，要換嗰塊乾嘅地氈，等我哋舞蹈藝員咧就唔會咁易跌倒或者咩成。我哋都要俾掌聲，我哋呢班工作人員噶，今日嚟到都好辛苦啊，因為落雨咧又搭帳幕啊，又做好即係做嘢都唔方便嘅，但係佢哋都好好落力，俾多掌聲我哋今日嘅製作公司嚇、啊，音響啊舞台嘅配合非常之好嘅年輕人，多謝你哋咁多位嚇、啊。好啦，咁啊，我衛君啊，阿衛君，阿霞姐，你邊位？我聽到話。要我介紹啊！要我介紹下舞蹈團嘅內容啊！因為呢個我真係睇住到啦，我剛剛而家先知啦，唔係唔識介紹啊！嗱，唉，當朗誦啦！我們是來自四川音樂學院綿陽藝術學院師生，本在着北川疆族自治縣十六萬疆族同胞嘅情意嚟到呢度參加慈善演出，淨係呢兩句都俾掌聲啦！北川一個美麗的地方，大山巍峨，真係我唔識讀啊！呢個咩江？呢個錢江遠鹽，疆族一個古老嘅民族，淳朴善良、勤勞勇敢，這個我哋知嘅。疆族嘅北川因為災後重建而生機勃勃，北川嘅疆族因為胸懷感恩而昂揚向上，這個我哋祝福你哋。嗱，我哋疆族嘅朋友，剛才就係為咗我哋獻上吉祥嘅疆紅。高唱熱情的歌送你疆族人民心情祝福，剛才我亦都係已經代表全場的朋友由嘉賓代表你接受過祝福，大家都分享的了。咁而家咧講咗疆紅的來源咧，就講佢第一個舞蹈咯。這個人怎麼亂亂陣陣的？開場歌舞就是納國納，獨唱一人獻疆嚇。呢個唔哦。因為獻疆紅嘅啦，點做嘢嘅啦？唔關我事哦，呢個就係嘅啦。係馬姑娘，唔係我問題啊。哦，你問題。